哎，这又回来了吧？哎呀，这刚才这个到一个小时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偷酒去了？你们太了解我了呀，太了解我了啊！哈哈哈！哎呀，谁有跟你们说呀？你们千万别对共产党这个官说话，有一句相信你都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子，啊，一句像个傻子，啊，我所尊敬的，啊，一位女官员，还有一位哎，两位尊敬的，现在中常委里边的前三号人物之一吧，啊，谈到张玉凤的时候，哎呦我的妈呀，那感觉让我妒忌。男的就恨不得现在能要跟张玉凤上床，那就觉得那就火了，那就觉得一辈子不爱护男人了。结果这哥们儿到了北京啊，有一次突然给我打电话说：“问你在哪儿呢？”我说：“我现在在西山呢，能不能过来一下跟我一起吃个晚饭？”我说：“不行了，我说今晚在西山啊陪另外一个首长。”我一说谁，哎呦啊，那你好好陪他。这首长，我说庙刚盖好，因为西山上面盖了个新的庙。我说我在那跟他喝酒，就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喝大了，喝断片了。然后说你要来啊，那这样吧，我正好约你，咱们这个跟一位中国第一美女喝酒。啊，他说那是中国的最美的美女，西施在世。我说谁呀？张玉凤。哎呀，我说张玉凤就别喝了吧，我说那毛主席的女人呢，别喝了。哎呀，文贵呀，那皮肤好的呀，那长相啊，那可了不得呀。哥们儿喝多了，给我白事半天，啊。这个人现在就在常委里边，你说这人，你说这共产党的官，你能相信吗？天天在那儿，我天天我看他讲话，我有时候看到我是气死我了，啊，有些干部不检点，有些干部奢靡生活，啊。然后思想不健康，如何如何？你说这是什么人呢？瞪眼说瞎话，你说，啊？后来我发现，每次让我在盘古给他订餐的时候，他都带着张玉凤去。反正我一次没参加啊，但是我们的员工跟我说，张玉凤是真漂亮啊，真漂亮。有些话我就不说了吧，啊。照片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大笨钟也在啊。所以战友们，今天很高兴了，给大家聊的也差不多了。看看这个啊，红枣啊，这枣很健康啊，千万千万别想歪了啊。嗯，我吃红枣啊，是因为医生给我建议，最近睡太少，太辛苦，每天吃三个枣，这是阳光的枣，不是阴枣。我爱新疆，超爱新疆。新疆真的好。但新疆太惨了，这个关于台湾的爆料啊，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爆台湾的料，不到时候，不到时候，50分钟，你想饿死谁吗？这是，这什么意思吗？拿来，这什么意思吗？你啊，不吃了吧？你觉得买了50分钟干嘛不吃了？够了够了够了，谢谢。我说我喝了酒了，饿了。王艳萍给我拿着根香蕉，然后说他们下去给我准备那个烤鸡去了，50分钟烤。那我跟你们还在聊50分钟啊？
我为啥给大家说这台湾的料，我说实在话我都不愿意报呢。台湾呢真的是什么厉害，口炮厉害，八卦厉害，绯闻厉害。这个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爆料，咱就说不说别的吧，咱就爆两个人啊，咱就不说别的，就台北现在选那么厉害，选举那么厉害，台北最火的几个人谁去过大陆？去了大陆都干啥了？我跟你保证，任何一个台湾有点影响力的和官员，100%给你录音，50%以上的地方有录像。那玩意儿拿到录出来以后，啊，那不一下就影响选举了吗？但影响选举又怎么着呢？台湾没有陈水扁这号人物，台湾什么狗屁都不是，没有李登辉什么都不是。柯文哲呀，哎，说老实话，他当选为台北市市长就是台湾的悲剧。他干啥了？他干过啥？他又能干啥呀？大家觉得能干啥？你们去那101大楼上，你往下俯瞰台北，这边山上最多是墓地，然后朝这个东北角，你看那几个大公司里边总部楼，再往这边看老城区，再往北一点远就是台北的老机场，再往这边是山的另外一边市区。你去看看台湾这些年啊，谁干事儿了？国民党干过事吗？人家民进党干多少事啊，老是骂人家民进党。过去在民进党之前是国民党干事儿，但这些年民进党上台干了很多实实在在事儿。陈水扁、李登辉那干多少事啊，是不是？我绝对不支持台独，我现在再次承认，不支持台独，不支持港独，但我绝对不支持把台湾香港统一，既不支持统一，也不支持台独，不支持港独，这是我对香港台湾的定义。但绝对不允许香港和台湾的官员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大陆的同情，这绝对不可以。他必须保持台湾香港的法律的现在的严肃性、独立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两个岛必须要得到大陆14亿人的绝对的真实发自内心的尊敬，没有台港澳，没有海外华侨，中国大陆根本没今天啊。另外一个，必须让台湾和香港、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在海外成为我们尊重、相信、学习的人，而不是利用和绑架的人。只有把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成为我们尊重和信任，尊重和信任，尊重和信任，尊重和信任。我再说一遍，我说5遍啊，尊重和信任。我再说多一遍，6遍，尊重和信任。绝对不能把他们当为我们的绑架和利用者。台湾不能独立，香港不能独立，但台湾和香港不独立的条件是获得你尊重，是获得你信任的条件。如果不能得到尊重和信任，他就得想一想了。还有一个根本性前提，当台湾和香港不能得到大陆和得到当局所有的安全保证、司法独立、经济独立的这种前提下，我记住啊，安全你不能保证安全，你不能保证司法独立和经济独立，必须独立，那就台湾、香港，我支持你独立；台独、港独，我全力支持。这就是说，你不是说台湾和香港是同胞吗？
你把你给你的同胞不能安全，不能独立，不能尊重的时候，你为啥不能让他独立权呢？很简单，就像我们老郭家一样，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我们同吃一锅饭，都是一个经济来源，都活着。但凡这个家要威胁到任何一个人的安全，说我要把我哥给杀了，我要把我哥给强奸了，给击奸了，他还能爱这个国家吗？他就不能说我独立去生活去吗？我不吃你郭文贵这个七星鸡的饭了，我现在我就吃这个我们老家的东北赵家沟的饭，曹营的饭，行不行？当然行了，你不行你就是流氓了吗？大家我们这哥八个能留在一个大家里面，是因为互相尊重，有共同的安全，经济上能得到独立。我们虽然这经济是一起的，但大家的钱都自己花，给大家钱就大家钱，从来不会问。如果像港澳台海外华侨能得到安全、尊重、经济独立，成为尊重的可信任的家庭员，而不是被绑架一员的话，那么共产党就赢了，中国人民就赢了。否则相反，所有人都有权独立，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你不能给西藏、新疆安全、尊重，还有他的文化的尊重和宗教的信仰的尊重，那么他就必须独立，这是全世界普天下之人权。 John Locke 讲了一句话，当你不能给我的时候，你不能剥夺我去要的权利。这就是台湾和香港独立它的根本基础。当你不能给我安全，你不能给我尊重，你不能给我未来的时候，那我有权利去要去我想要的。这就是台湾香港经济要独立，我挣的钱我可以花，我有安全感，我挣的钱我到你大陆共产了，都成你王岐山家买七八机去了，你在天上打飞机，天上玩机去了，那我当然不愿意了。这就叫前提，别讲那些废话，什么博士教授什么的废话都是，这是人的基本常识。当你John Locke 讲的最根本的一句话啊，就最根本的一句话，当你不能给我想要的时候，你不能剥夺我去追求的权利。台湾和香港要的就这么简单，我的安全，我的尊严，我的信仰和我的独立，没问题。我在一个家里面，当你剥夺我起码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不能再剥夺我去追求的权利了，这难道不对吗？搞什么狗屁民族主义啊，爱国，爱国就是把台湾给杀了，爱国就把香港杀了，把海外华侨钱都给剥夺了。所有海外华侨辛辛苦苦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海外多少华人在餐厅打工，你去看看去，烟熏火燎人前光环，背后沧桑，老了回家不得尊重，牺牲了一辈子没娶漂亮媳妇，孩子也没给好的未来，把钱都以爱国为名都给了国家了，最后你得到什么呀？回去以后不行贿不犯罪你什么也得不到，行贿犯罪也不等于你能得到，这才是整个华人圈的悲剧。现在各个拆弹烫都爱国，你爱的哪个国呀？谁是你的国？人家爱不爱你呀？那以色列人为啥伟大呀？回到国家了，大门进国门第一句话，这是我们的国，你第一权利就是批评，你首先你要批评，你爱这个国，你认这个国，你才说你奉献，做你在愿意做的事儿。我们这个国是什么呀？你只要是长着黄皮脸，只要是中国人出生或中国人长大有亲戚的，你不爱这国你就是灾难，你就是我的敌人，你不给我钱你就是我的敌人，你不把你的女人送给我你就是敌人。这是什么流氓啊？这是，这是国吗？这是流氓国。亲爱的战友们，这才是事实啊。什么人家陈浩天的小孩子说人家没水平无知，他咋无知了呀？那大家有问问，你们问问良心，大英帝国统治香港百年有没有港独？多了去了，港独怎么着人家了？怎么着人家了？那台湾今天我为啥不愿意讲啊？台湾已经不值得讲了，为了那点钱，为了那点利益，那个不要脸到极佳了，就是骗选民。但是
可悲的是，台湾的选民也愿意被人家骗，这就是我们海外华人给那些骗捐党、民主党、民运、民主人士、六四的打着六四的血馒头人士骗捐，千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骗来骗去，从来都成功，没有失败过。谁挡他们的路，他骂谁；谁挡他路，你就是共产党特务，然后拿了共产党的微信来募捐，悲剧吗？台湾也这样，一次次的选举都知道谁是好人是坏人，但最后一分钟都被人家操作，所以那叫操作式的民主，金钱的民主，它不是真实的民主，太过分了。台湾这爆料说老实话，你的科比、柯文哲连个人话都说不清楚，就你这是什么呀？你能干啥呀？你说你能干什么呀？台湾的帅哥美女，天下华人圈里边，我认为是最多的。台湾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中国的历史的精华保留的最多就是台湾。你到台中，你到花莲，你到高雄，那高雄的鸭子的饭做的吃的好的，你没法想象。你到了台湾，你才知道中国人的文化这么伟大，台湾的美食那么好。我说中国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字、饮食、建筑三大文化。你看台湾，那是哪样不比大陆好啊？你到台湾看，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银、中国垃圾，就共产党把我们变成垃圾了。你到了台湾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伟大五千年历史。可悲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一帮谁管着？就台湾是一个完美的现代的劳斯莱斯，就劳斯莱斯是古典的中国五千年文化，现代版了。开车的是谁呀？开车的是科比，你说这台湾有救吗？科比压根就连拖拉机都没开过，一生出来天天在那玩胡说八道的。真的，科比连给李登辉跟陈水扁擦屁股都不配，包括那个陈菊，啊，你说这个蔡总统，我认为他五个蔡总统也赶不上人家一个黄菊。啊，陈菊不是黄菊，陈菊啊，这个陈菊，因为陈菊这个女人不简单，陈菊、陈水扁、李登辉，那是有料的人，有本事的人，说得出，拿得熟，有本事，就是什么道黑道、白道、黄道、绿道都能跟你玩得起，啊，你看这几个人什么玩意儿嘛？这是，你爆啥料？我一爆了，科比肯定输。我报了输，但是科比输是谁赢，我大家都知道，就那几个人，那几个人比科比还烂。我就把科比很简单，他们中央里边统战部把科比给他们说的话写的那个报告给国安委的，给习近平的报告给你拿出来，我百分之百保证你们不敢说是假的，你科比就再见了。但是再见了又干啥呀？我哪天我可能成为罪人了，为什么？人更烂上来的。所以台湾这个爆料很，台湾民视非常棒，但台湾的民视的节目做的，我说实在话，我不敢苟同啊，抓不住重点。我觉得这个台湾民视最棒的人就是曹昌卿先生，曹昌卿讲的人外人呢、啊、外人呢、啊、没人理呀、啊、但是曹昌卿先生我都说极端，他一点都不极端，他极端什么呀？所以曹昌卿先生的很多台湾观点我是非常佩服的，非常佩服的。我不愿意讲，我哪天我讲台湾的问题吧，哎呀，台湾我太熟了，我太熟台湾了。我的成长没有台湾，没有香港，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香港，没有台湾，没有美国，绝对没有我的今天，这是我的话。然后没有台湾，没有香港，没有美国，没有日本，没有我绝对的今天。啊，我第一站去的出国是日本啊，那姐一下傻眼了啊！那时候叫鸟王、蓝鸟王啊、尼桑啊、皇冠啊、皇冠、丰田，感触太深了。到台北，哎呀，台北那时候看简直神仙、天堂一般，现在已经是台湾快变成地狱了。曹老师不是跟他们不是拉几条街比他们，曹长卿老师那是在真正的最高顶的，啊。台湾那些那些就是玩弄垃圾，都是那垃圾，啊，没法比，没法比，那比都对曹老师是个侮辱。那时候到日本去，蓝鸟王，
哎呦，这好，还丰田皇冠，哇塞，厉害。所以现在你说台湾爆料，我原来我也好几次想爆，我爆它干啥呀？啥时候陈水扁上来，我爆一下，我再爆一下，让陈水扁上来啊！陈水扁先生，我先，陈水扁先生，你有种就别台独，你先宣布不台独，但是有条件的不台独啊！你说有条件不台独，你就牛了啊！有条件不台独，这是一个。第二个，修改台湾宪法，从此台湾不再谈台独和这个台统啊，就是大陆的统，不统不独的宪法什么意思？有条件的，只要你不打我，你没有军队进来，我永远不允许谈台独，谈台独是犯法的。共产党就怕你这招，他就不能再操作你这个台独这个话题了。第二个，你做什么？宪法明确规定，只从现在起不谈什么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没了，把一中一台的事给他操作，给他干掉废掉，谈什么大中华？大中华也可以，这民进党国民党都可以回去执政嘛，大中华，大中华概念代替，只要是我们到哪认识大中华啊，我们也不谈一中，也不谈这么一中各自表述，只要把大中华概念弄了，就让共产党没办法再搞这民族主义了，没办法再糊弄这十四亿老百姓了。第三个，台湾有条件的啊，保持一定的国防。然后最后，台湾最大的、唯一的能赢的招，台湾全面开放，欢迎什么？欢迎台湾，就是所有的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国家投资最优惠的政策，啊，比本土企业还优惠，然后把台湾的企业推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去，然后给他更优惠的政策，啊，这几样一弄完，就不经济不靠大陆。没有什么这个一中各自表述九二共识，然后就是大中华，这个不是民族，把民族的问题给它拿掉，然后再回到一个就是统独问题，台湾不再谁谈统谁谈独都是犯罪，什么情况下？只要你外国军队进入我台湾岛，设定条件啊，包括人民解放军，包括任何岛外的军事力量，只要进入台湾，自动台湾独立。只要是有人说把台湾的管制权拿走，自动独立。啊，台湾的银行系统被人摧毁，被黑客攻击，自动独立。台湾人在这个别的司法系统被抓走，强迫逼迫，自动独立。在这之前，平常不允许谈统谈独，谈统谈独，谈统谈独就是犯罪，没了吧？没统没独，没统没独的。没统啊，没有独的操作，没有民族的操作，没有这个台湾的所谓的大中华民族啊，就是一个民族，没有大陆和台湾的分别。然后第三个，经济上不依靠大陆，台湾永远千年平安，千年平安，否则你永远不得平安。故我太了解共产党了，你这招一出，习近平傻眼了，他敢跟弄什么？我承认大中华呀，一个民族啊，一个民族，我有什么不对的呀？啊，一个民族，没有一中各表，主要从立宪法那天起，通通结束。这叫开辟陈水扁时期。陈水扁先表态，从现在起，本人永远不再支持台独。但是修改宪法，啊，叫你儿子陈志忠当总统去，因为你判过刑了，陈志忠上去，哎，陈志忠就是你的代表，你了，就是代表人啊。啪上去就是修改宪法，首先宪法这里就是对一通一独，统独不允许再谈，他就是犯法，然后民族的问题不准碰，经济上彻底的开放。台湾啊，未来什么厉害？台湾最厉害的就是国际化，通婚，跟外国人通婚，台湾那么开放，越多通婚越好，对不对啊？奖励跟外国通婚的孩子，这个免费教育，什么都给他免了，啊，然后到外国做事，只要到这其他的文明国家做生意，不但免税，银行贷款支持，对不对啊？就是把这个经济别依靠大陆，你依靠共产党就完了。最起码六尺不依靠大陆，经济上独立，你人格就独立，民族上
到此切断，永远是中国人，你是否定不了吗？中国人吗？绝不再去骂中国人啊，永远中国人要团结，然后再回到统独问题，谁别谈统，别谈独，别浪费时间，别在这操作利用，统独问题到此解决。但是你说外国军队你进我这，包括你人民解放军，任何第三方和第二方的军队进入台湾，我自动独立，完了。现在台湾在想啥？选举，你选举啥呀？我的妈呀，你选了那些人都，就你那些人谁选上都是一个样啊。再讲个笑话，是不是？土豆一、土豆二、土豆三搞选举，谁当土豆村的村长？最后大家都认为土豆一要赢，最后土豆三说了句话，实际上咱们都一样，都是土豆啊，都是赢了，都土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土豆村的这个选举变成啊，香蕉也能参与，苹果也能选举，菠萝也能参与，甚至是鲸鱼也能参与，然后只要对你有利就行。台湾的土豆选举有什么用？选来选去都是土豆。土豆的英文名叫什么 ？Potato， 改个名 Potato， 对，我都忘了叫啥名了，叫 Potato， 都是土豆啊，都是土豆。最后发现，说土豆一没选上 ，Potato 选上了，最后发现还是土豆。所以呀，哎呀，今天喝多了，榴莲也参与。对呀，选出这个榴莲多好。你看台湾的吕秀莲，你别看吕秀莲，那吕秀莲可不简单，那吕秀莲比蔡英文强太多了。那吕秀莲上去肯定不会让你那么孤独，那这叫什么吗？蔡英文这人不坏，人很好，你干啥了？现在是全世界那么好形势，我在那个华盛顿，我见过很多美国高层的人，一说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摇头。为什么？你不给他的时候他要，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那么最后人家给他说，哎呦，太多太多了，都这样。说你老是这样。现在蔡英文是什么呀？回去的时候端着啊，我啥都不缺，私下里面，哎，我什么都想要啊，这个别得罪，就是官本位嘛。全世界最好的这么多年最好的机会，对台湾环境最好的，当然这里有很多文贵的功劳啊。这个班农本来去台湾了，在去年去日本，要去台湾跟台湾联系，说要见这个蔡英文，蔡英文说我不见不敢，这就是蔡英文把班农给气了，把气懵了。保密协议注意，对对对，马英九他绝对上不了，他有我在，他10%上不了，我向你们保证，马英九要想上，马英九要想上，我就一定放马英九的小视频。马英九，你记住我说的话，只要你想上，我一定放你小视频，那绝对管用啊！你绝对上不了，不可能。马英九，你知道我说啥意思？你不信你就试试，有种你来试试。马来西亚呢？哎，这个战友说的，马来西亚你放心，绝对是会出大事啊！大事就是说，一定是我们这边的，最后它一定走向一个更加法治和更加公平，然后逐渐走向民主的时代。委内瑞拉一定是脆断，下一个突尼斯，非常惨。0907，竖大拇指头给我啊！哈哈哈哈哈！马英九肯定没戏啊，肯定没戏。有我在，他绝对没戏。我跟他无仇无冤，就是他太亲共了，就太亲共了。你马英九，你要是你敢颠覆，你敢挑战共产党，那我现在就支持你，肯定不放你小视频，我把小视频都还给你。土耳其肯定是灾难，肯定的啊。
马哈蒂尔这人还是可以信的，这个老头是有理想的，有本事的，不要小看了他。风满楼，这一年我被文贵启蒙。风满楼，你忽悠我呢？风满楼，哎呀，亲爱的战友们，七哥政治老中医，哎呀，家伙，这个别骂我，我这是满嘴跑火车，郭文贵狗屁不是，没文化，没学问，不懂政治，啊，口服蜜饯，啥都不是。嗯，好，谢谢。所以，亲爱的战友们，文贵这人非常有自知之明啊，当好文贵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去管干别的事儿，那就是灾难了。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高看自己。这个陈良宇啊，就觉得自己肯定下个总书记了啊，最后怎么着进监狱了。薄熙来怎么着，因为自己要当这个政法委书记，然后呢？进常委，然后当总书记、总理了，怎么样？进去了。这人呢，这一辈子千万别作死，作死就自己作的。啊，羊皮的狼，狼皮的羊。我再重申一遍，什么叫啊？披着羊皮的狼就是伪君子，凶险、狡诈、阴险。啊，我肯定不是，我最恨这种人。啊，那么为什么披着狼皮的羊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很懦弱，然后再装作很吓人，装作很懂很厉害，就是海外民运这号的啊，什么夏叶良博士啊，博逊史诺呀，为时一弄，我找检察官郭文贵，我找检察院，我找这个大法官，我找 FBI， 个个以为 FBI 都是他亲爹，是他亲爷爷啊。那唐北桥一个发信息，我跟川普总统给他打电话，给你安排见个面啊，乱伦标啊，乱伦标你怎么？我告你，我代表中国民权，就是这就是什么披着狼皮的羊，这就是小看他了。文贵绝对不是，啊，既不是披着狼皮的羊，也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也不是伪君子，啊，只要是你坏的狼、坏的羊，我通吃；好羊跟好狼我都供着。我是上天派来的，打假的。文贵的非常有非常非常的enjoy 享受的，就是什么打假天使，这是我最喜欢的人。打假就打假，只要你是假的，我不管你是哪国的，不是哪就打你的假。什么台湾的马英九啊，什么台湾的科比呀， 是柯文哲呀，是吧，通通打假。什么刘特佐啊，是不是就漏啊，孟建柱啊，孙立军啊，王岐山啊，是吧，共产党啊，通通的真是假，打假天使。我带有上天的使命，打假。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和披着狼皮的羊，对不起，跟我没关系。你要想把我当成一个披着狼皮的羊好欺负啊，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当披着羊皮的狼说我是伪君子，那就不是我，我装也装不到今天，是不是？文贵没钱了，文贵没有性能力，过三秒，文贵这个大骗子，文贵满嘴跑火车，啊，文贵欠人家钱了，文贵是白手套，现在又出了个皮手套啊，又当皮手套，啊，所有这些都用时间历史证明了。第一。郭文贵是唯一一个在大陆的生意人敢说，郭文贵的每分钱都敢经得起全世界调查。第二，郭文贵没在大陆拿出一分钱享受今天的生活。我要今天要拿出一分钱在大陆享受的生活，郭文贵天诛地灭，谁敢说这两句话？第三，我再说，大陆共产党查了我是什么，从郑州查到北京，北京抓了我多次，没查出我任何犯罪。所有今天对有关郭文贵的公司审判跟我没关系，对郭文贵的审判他没拿出一张证据，恰恰相反，他们所谓的重庆的郭文贵和陈氏兄弟的语音假的，然后冠军孙瑶姚庆那些录像视频我说是真的，
海航的信息是真的，现在王健之死我说的是真的，我对共产党的爆料到今天无一人拿出证据来在法律文件证明我是错的是假的，一个都没有。这就前天有一位这个美国的西方大记者问我一句话，哎，郭先生，我能问你，他说很多人怀疑你这是假的啊，比如说这个马航事件，这大多数人都是真的，但是马航事件很荒唐，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我说那我请问你一句话，那马航事件你跟我说什么原因？他说没结果。我说你没结果前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我说你 shut up， 你都不知道马航现在有什么结果，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全人类上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假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你告诉我是真实结果，我证明我是假的。你有证据吗？没证据。你有证明吗？没有。事实在那吗？没有。大家都没有结果，那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我说你 shut up， 立马 shut up。 然后我说你 get out， 滚出去，立马把他轰出去，就这么简单。我说只要你能找出，现在从郭贵爆料从开始到现在说一个，说那你说你这个美国的，到时候你说你是美国公民美国护照，那现在发现你不是美国公民护照，我说你验过我护照吗？你验过我护照吗？你有权利让我出示护照吗？没有吧，没有。我说你闭嘴，就这么简单。共产党说了100%的假话，你不去问他去，你来质询我1/1的事情，你不是用心险恶吗？什么叫做新闻报道搞平衡？你平衡个屁！你平衡什么叫平衡？你就是为了赚钱平衡吗？就是50%有人买我广告，650%也不能失去吗？你不能得罪90%人不买你广告吗？什么叫平衡？这是灾难，这是民主社会的灾难啊！然后我说你们 HBO 采访我，采访完了最后一句话，证明郭文贵那个房子 apartment 67.5 million，我花了82，是真是假？我说偷偷里，你不说偷偷里，你说只说我买卖单价就是7.5，好吗 ？PA 案子到法院告我的时候说，郭文贵本来卖房子88 million，现在他降价了68 million，说这小子现在想洗钱，你说这还有天理没有了？结果我跟他律师说什么？我说你告诉我，到底是 HBO 的67.5高呢，还是那个现在68高呢？我说我68我还能拿回来我做的押金的20 million，我是88卖掉，20 million相关的费用啊税费也无法。所以说战友们要有自信，你只要说的都是真的，你啥也别怕，真的走遍天下，你假的你绝对逃不过人家，这早晚能得戳穿你。然后给我弄一个水晶杯喝咖啡，以为我老土，现在他成了笑话了。看看这个水晶杯喝咖啡是土还是洋？我土洋人，我光就老土，我农民，我满口腹蜜饯，啊，满嘴跑火车，我这嘴里要跑火车，我发财了呢，我给战友们一人送一个火车。打假小哥999，雨辰，所以战友们，这个人呢，得活的，得活出个真实的样，对得起自己的命，啊，对得起自己的命。你想想王健，一个月前啥样，一年前啥样，啊，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就活这个真。啊，对得起自己，别坏良心。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咱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个直播到此为止啊。这个今天是高兴了，我现在再开始一起和大家一起祈祷，为14亿人民祈祷啊。咱先说啊，佛祖菩萨耶稣穆罕默德万佛万神啊，实际我认为都是一个神啊，这是我的原则啊，啊，我认为都是一个神一个名，万佛万神，上天的神明，庇佑14亿中国人民早日推翻共产党，
让中国人有宗教的自由、信仰的空间，让中国人能有知道更多的真相，啊，让中国人亲近善、亲近真，抨弃恶、抨弃假，让中国人不为食、不为钱、不为利、不为民而生存，而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愉悦、欢喜，让中国人少一点假粮食、假药品，让中国人少一点共产党的操控，早一日远离共产党，赐给我们所有人力量，让共产党远离中国，让中国人有一个民政府，而不是家天下、国家国天下，让中国人民啊有选择信仰的自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任何教，啊，在有法律、有人性、没有利益影响的宗教的环境下，更得到更多的愉悦欢喜，让14亿人民都有更快的都能去知道法律，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戒律，依法生活，依法信教，依法生存，尊重别人，让14亿人民能和世界人民能共处，互相尊重，成为全世界上最喜欢的人，最欢送给最欢喜的人，多一些利他之心，少一点自私，让中国人成为对这个地球环境最多的贡献者，而不是毁坏者，让我们替天行事，替天办事，替大自然办事，替大自然、替天解决问题，也不是制造问题，让我们所有的战友们，我们今天国内的朋友们能尽快的啊，破掉这个心中的这种贪嗔痴慢疑对我们的束缚，让我们早日的自然的不流血的推翻这个伪类共产党和这些骗子们，成为世界上和平的力量，让我们所有的追求这些喜马拉雅法治民主自由革命战友的家人健康和气，愿我们的战友们都能孝敬自己的父母，疼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特别疼爱自己的爱人，抚养自己的孩子，要向上天用良心保证，用真、善、美、啊诚来教育自己的后一代，让我们不愧此生。阿弥陀佛。谢谢所有的战友们。我一说到这儿，我就想哭啊。文贵是个泪男，哎，太多激动，哎，我们中国人活得太可怜了，现在，亲爱的战友们，愿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不要再传播罪恶和痛恨，不要像共产党一样传播矛盾和罪恶。罪恶，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谢谢了，所有的战友们。好吧，我希望我们仅仅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祈祷，而是用自己的身心去行动，让自己不要成为动物中最低级的那些人，传播爱，传播关心，多利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